歌手陈奕迅高雄演唱会，台上台下都超嗨，不过怎么歌声听来有点奇怪？这里明明是高雄展览馆，但陈奕迅却这么说。原来是因为场地宽敞，回音太大，让陈奕迅很有感，开玩笑的说像是在停车场唱歌，但这完全不影响一生演出。可是声音感觉想分享给你们，因为你们有一些可能买不到票。连媒体都不开放的演唱会，特别在最后一首开直播，就是要照顾不能来的歌迷。没得奖，医生看很开，场地不佳，歌迷纠结看不开，在脸书上发言，高雄展览馆真的不适合演唱会，场地回音大，音场却不好。主办单位坦承，高雄展览馆漂亮宽敞，不过场地回音确实太大。尽管主办单位最重要的声音没处理好，医生还是 hold 住全场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